再看到是高等教育，一起来看一下台湾几所主要大学还有全球大学的排名状况。这份资料呢是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的2015年全球最佳大学排行榜，其中呢由于这是由美国媒体所做的排名，所以呢前五名当中呢前四名都是由美国大学拿下，分别包括了哈佛、麻省理工以及伯克莱加州大学还有史丹佛，那么第五名则是英国的牛津。接下来看到台湾的部分呢，台湾大学这一回是在105名的排名，那么呢其中还有一个是118名排名的香港中文大学，那么台湾的清华大学、成功大学以及中央大学分别在282名到365名之间。